用电饼铛在家做烤肉简直不要太方便了。五花肉切成厚一点的薄片，一共切了两盘，一勺料酒，一勺生抽，一勺土豆淀粉，再来9.98八包的延边烧烤料，大人的来一袋香辣的，给儿子单独来一盘不辣的，全部抓拌均匀之后腌制10分钟左右。电饼铛刷一层油，放点洋葱，辣的和不辣的可以一锅出。新鲜生菜上一定要来上两片肉，再加上和烤肉绝配的辣白菜，包起来一口吃进去简直不要太爽了。